弟弟，这个小铜锣烧跟这个大铜锣烧，你想吃哪一个？那是哪个？小的还是大的？大的啊，我跟你讲，小的它有三种口味哦，哎，两种口味啊，有红豆的跟奶油的。红豆跟奶油我不要，我比较喜欢红豆。好，那你就吃这个吧，这个是红豆的。OK，来吃吧。一定很好吃。不知道哎。看起来就很好吃啊，它益美的红豆饼，说错了，红豆铜锣烧，益美的东西比较真材实料啊，来，我要帮你打开啊，因为这个感觉很硬，它这个打开之后还有一个塑胶壳哎，你看到它这个包装很厉害，两层，哎呀，不要掉下来，不要掉下来，好，给它吧。真的哦，真的很好吃。好，那我爸下次再买一个来吃。那这个就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当早餐。好，爱你哦，拜拜。